3 hours later.有点痒痒的，对啊 ，OK 吗？哎呦，不会痛啊！我吃我自己，然后感觉在吃你。对，这是什么弱智嫌犯？这样可以吗？很 OK 哎！我顶多只是想宣布我们这段关系已经可以跟大家知道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的全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卓玉彤。今天这个大来宾呢，其实我之前有当过他的贤内助理，没错，就是我的好闺蜜张立东。那因为上一次贤内助理那一集点阅率非常的好，然后张立东私底下就跟我抱怨说他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，今天就决定好了报答他，然后让他来我家，我好好的当他的一日理想女友，然后让张立东好好的送起来。Hello， 东东，熊。北南了吧？你要站在上面，然后我位置。你不要搞那么重力好不好？家里不会有这个啦。因为一个好的男朋友，你的身体一定要健康。我就是不健康，才要你照顾我啊。而且你这个图案是不是有点特别痛的感觉？哦，哎，它比市面上的还痛啊！有比王很大的。有啊，因为你看这个。你要相信他是安全的。你看他都没事。Hello， 他是狗，他不舒服，他也不会。你看他很开心。他是来来，你看他敢不敢过？你敢踩吗？他坐下来，你跟他躲吧。Baby 来快吗？我是参加什么抓周是不是？不然你也可以用跳的。其实你那个饼干，我去别的地方应该买得到。加油 ，Baby， 大棒熊在这里。好，赶快。哦，来有动力了。大棒熊。拜托。好 baby 快点这一趴西躺柴尔，你放心，我等一下会帮你蒙上眼睛，然后再帮你挖耳朵，这样。你先躺上来。我躺啊，老婆。躺。OK。哎，怎么叫老婆？好，我要蒙眼睛喽。哦。确定是我的腿吧？你确定一下。OK， 好。这不是什么魔术吧？不是。起来，打开，我已经在看搜索。哎，对。可以吗？有点痒痒的。对啊 ，OK 吗？哎呦，不会痛啊，我这是什么耳朵，你知道吗？什么耳朵？心肝宝贝儿。他脑子到底是怎样？张立东的耳朵真的很脏了，是家人就是会看到他那一切，我真的要好好的帮你亲一下，是不是有点太进去啊？没有啦，想太多了。这什么？你太急！哎，熊哥，你舌头比较短。哎，你不能把我当白痴。搞老半天是你的狗帮我拆了。你不喜欢狗吗？我喜欢啊，因为他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。你看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这样就可以拍全家福。你看，好，哈鲁再帮来一张。第一趴跟第二趴都有一点稍嫌不足。对。那第三趴，好来，性感丝袜，这个不可能了吧？这个 OK。哈鲁不可能是哈鲁的腿。你想我穿怎么样？丝袜当然是要配一些他
正常，比如说它是 OL 衬衫或衬衫啊那种。好， okay， 若隐若现。好。丝袜套头，可以吗 ，baby？ 太完美了！你脸红了，你这样子不行，你要边套丝袜套头。我刚刚讲的那个啊，你边套。然后我在你身上，我很像什么迷片的人呢、啊？因为 A 片男生都不知道男生长什么样子啊。这个单数对吗？你是谁、啊？我跟你讲，歹徒很多都长这样。所以我撕丝袜是要撕自己的。对 ，baby， 我帮你开一个洞。对对对，不然你自己撕。我开在这里，我喂你吃饼干。哦，又跟前一个甜蜜喂食，好吃吗？你有这样吃过嘎嘣熊吗？没有吧？那你想要再看更多吗？你可以自己撕哦 ，baby， 是撕你的脸，是不是撕我？哦哦，不是撕你哦，我撕我自己，然后感觉在撕你。对对对对，这是什么弱智嫌犯？那你要继续动作。OK。哈哈哈！小小啊，撕我！这段到底在演什么？我到底看了什么？好，第四趴是什么？按摩放松。这个不可能出错了吧？你不要按摩椅嘛，那就是由我帮你按，就是你整个人趴着，然后坐在你的屁股上帮你按摩这样。好啊，好啊，这样可以吗？欸，很 OK 耶。这样力道 OK 吗？可以耶。脖子要按吗？啊，你不躺下来吗？你躺啊。我躺啊，我躺。你躺。嗯 ，OK 好。这是啥？你哪一间店的啊？太难了。不是你几号？我跟你们经理讲，你87/78，这个等于是移动的健康步道啊，所以我没有搞砸了一个环节。对不起，我还特别为了你买哎。你不要花这个冤枉钱。那你要不要带回去？这个送你。我回去教训我妈。OK， 那现在就是到最后一个环节，就是贤惠厨娘的部分。是，对，我知道，虽然你知道我不会做菜，但是因为我为了今天迎接你，我有跟我的助理学做菜，然后因为我怕你怀疑我，所以我先准备一杯可乐，你最爱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因为我看你这样很热，对不对？可以吧？对，这样子就对了。他等一下要去工作了，所以我想说，让你在工作前先吃饱，吃饱饱就有力气去工作。对，然后就可以把那个钱给我。但有一颗 OK。有 okay， 我们就是心甘情愿。OK， 那你今天钱包带多少钱？因为上一次的贤内助理证实我好像口袋只有几百块。经过一年，我长大了。哎，一万多块哎。对吧？一万多，那男人和绅士在上涨中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上菜了。那你先坐在这边，期待一下你做菜，试一下嘎嘣熊，我去端菜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是我自己做的料理，然后他如果说他不满意的话，我就说好好放心，他叫 Uber Eats， 我就给他最讨厌的卤肉饭，还有皮蛋跟纳豆。Baby， 我帮你准备的，你看有肉、火腿、有玉米、淀粉，不是三色豆，这个就是当兵最讨厌看到的东西啊！还有苦瓜跟茄子，已经够苦了哦，苦瓜你还给我三色豆，这什么地狱组合料理？这个是我好不容易学会的。我跟你讲，不适合的东西就不要放在一起。所以你觉得我自己煮的你不满意？我觉得不行啊。那不然我其实有叫 Uber Eats。啊，对，你还有一个 Plan B。对，我还有个 Plan B。你以后就是这样子，你都叫 Uber Eats， 但你把它装在盘子里面，然后假装是我煮的，我吃得开心，你也不用那么累。所以你确定不要再吃一口？不要不要。